欢迎来到 KK 的培训，今天来介绍一款 3.5 升的 T 尾，名字叫做 Swimming Chow Trick。这一款啊 ，Swimming Chow Trick， 一样是日本品牌，所以它依然耐咬、浮水、抗拉扯。那这款饵的话，它是没有入眼的，饵重大约是四克左右。Trout 是鳟鱼的意思，所以这款饵当初设计出来其实是为了钓鳟鱼用的，但用来钓鲈鱼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啦。它的尾巴是非常柔软哦，你可以看出来，它的尾巴是非常的柔软哦。最配合适重的钩子，在慢收的时候，它尾巴的摆动就非常的明显。在不绷线的时候，让它落下，它尾巴的摆动也是非常的激烈。既然是浮水材质，那自然饵到底的时候，它也是翘着尾巴的。这时候你就可以选择进行一些原地抖的操作或者小跳，都会有一些不错的动态。个人是使用 5.25 克的这款钩子，这款钩子是 5.25 克的，那它是去年2020年日面新出的一款钩子，叫做 Venice Ice。 那这钩子的特色就跟之前介绍过的 Stinger Bay 非常的雷同，有做一个拟真的眼睛，左右两边都有，左右两面都有。它下面这边有做一个内凹，那这个内凹可以让饵不容易的翻转。这款钩骨跟一般的蘑菇头比，它相对的粗了一点，那就非常适合在枪柄上使用，因为这样子开钩的几率就会比较少。那饵是四克，然后这一个铅头是 5.25 克，这两个东西配起来大约总重是10克左右，所以你只要配对杆子的载重，然后使用泛用型小乌龟在抛头上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。简单介绍完这款饵之后，就可以开始实战啦。太扯了，太扯
对鱼形梯尾这类的软虫是非常有障碍的，也就是非常的没有信心，所以我很少在玩梯尾，但也因为很少玩梯尾，才导致非常的有障碍。所以不管哪一个钓组或加饵啊，你都要花时间去使用练习，你才会慢慢的有进步，有信心。我个人认为一款不错的梯尾，在平售的时候就要有几率被鱼攻击，而这款梯尾算是少数梯尾中我可以平售就中鱼的一款，所以我个人是蛮看好这一款梯尾的，毕竟它尾巴摆动是如此的诱人。不过说到少玩，其实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梯尾的话我会挑时机使用，像是阴天风大的时候啊，因为这种情况下风会制造浪，然后浪会导致光线的折射，那水中的光线会比较不良，所以这时候我就会选择梯尾，让梯尾尾巴摆动增加存在感，去吸引鱼的注意攻击。至于愿不愿意咬饵，还要顾及其他的因素，像是环境因素以及鱼的压力。那在怎样的情况下这一款饵会特别的好用，就交给各位去尝试啦。所以我们就下次。